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大神决战北风北，哎呀啊，这个梅军呢今天第一次来，你看看啊，这个27,700，如果你赢的话，你一把 KO 他就直接跟我对决，27,700啊，那你是22,700，你要胡他两把啊，来开门，哎不是用这个，我们用这个，没有东南西北中方牌，好五跟两家的牌，来庄家梅军杰，他凶杀，来梅军出赛。右手，右手哦，要左手，可以两面看哈，不要出声音啊，一条，70,000，八条。20,000，9条，5饼，6饼，3条。吃大熊要过两把，4条，吃小鸟，6饼，8条。九筒，6条，九筒，4饼，70,000。9万，1筒，6饼，哇，3个6饼。9条，7条，2饼，1饼，3筒，3饼。1饼，4万，4万，看一下，试一下好了。对啊，你们等什么？等天亮了，3条，7条，哦，这么，对啊，等什么？哇，那牌真的是两个牌很美，哇，他牌很烂，烂烂，真的不好。他也没有拿我的牌耶，而且已经很早了。你是手气没有他好，对，他这么瞎打。
那叫瞎打瞎胡了。这刚听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去猜这个九品队，要不然他早就听了。哦，他猜九品队应该是怕我要。不是，你那个时候啊就应该要吃。嗯，他打第一张九品，你就要吃，听六九品转，懂吗？哦，两个人的牌啊，嗯，你想想看，你这样的牌只剩四张，是对不对？你这样吃了六九品，他有八张牌，他只出来一张，他有七张，嗯，算几率嘛。对，那打麻将算几率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他连吃两张，他就胡了，你就胡了，是啊。过一把，一把了，是你命好，命好啊！小来，今天你要是钱要分我一半，我会帮你加持。师傅可以有这种贪念的吗？刚才我是真的啊，很元气大伤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把，决战北风北终点站，好，27,700，22,700，来，该大熊庄家，西川，看两家的牌，庄家大熊，抓一把。眼睛睛，地瓜，来，出菜，小鸡，小鸡，二筒，吃，一饼，九条。一万，四条，吃八饼，谁拿？吃一饼，九饼。九饼，开始。好，五万。嗯，气呀，服了。哇，厉害！我的牌太难跑了。又是五万，又是二五。牌倒下来。来，哇，大熊哦。没有办法，牌太没了。他牌太漂亮了，真的。你静听的牌。我看一看这个牌，一起手就知道，差不多大熊赢了。好，所以恭喜哇，这个两把决战北凤反败为胜，恭喜大熊获胜啊！22,700跟我的决战北凤北，决战北凤北，恭喜大熊哈！22,700，上一集是多少？22,000多，然后也是22,000多嘛，对不对？奖金不用守住了，啊，但上一集因为你是种子，今天不一样，你是反败为胜，百不复活，打败的种子，让我们省掉5000了，要不然是27,700啊。你就没帮人家拍背？对啊，我这边拍是八筒，哦，不一样，原来师傅那个招式不一样，是背比较好。来了，开门，六。来，女装家捞底牌，决战北风北，来看两家的牌。复活的大熊，加油啊！大奶，哦，气势。九万，碰。九饼，大饼。八万，九条，六饼，六九一条路，九万，绝张。春鸡八条，碎二条，试一下，
三条。哎呀，你看，三条，三条都不掉了。扁担，九条，吃。第一张就没吃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你现在这个牌长这样，对啊，又失败了。可是我们很紧张呢，你要打哪一局？你要打哪一个？不然先倒好了。哪有人？不是，哪有人在最后决战北风北听那么漂亮的？六九条带一丝，没有哪个的牌本来就很漂亮，过分自己。起的就漂亮，你存心就不想给他拿奖金，他天分无比呢。我还没听呢。哦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一四万来了，我注定要放。都是啦，牌也很多啊，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哎呀，大雄你没这个命啊！我要炒六次啊，炒六次啊，拿炒六次。好了，百万名车，我们手术车子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观众收看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好准时收看我们节目，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。想要报名的朋友，直接上脸书粉丝团报名就可以喽。好，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拜。挑战吧，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